Hello，Two Point Matthew，今日系9月12日，星期四，咁快都已经到9月中啦。咁我相信各学生咧都已经开学噶啦，即系无论中小学就上个星期开咗学噶啦。咁我相信大学生咧都应该陆陆续续都开学啦。今个星期，我就琴日就去咗，即系之前都有讲前一两年啦，都有讲嗰、那个學車嘅事宜啦，咁啊，琴日去咗試考嗰、那個，去考老師啦，咁就結果方面咧，我月報係合格嘅，月報係做啲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三手掉頭咧，泊 S 位咧，同埋斜坡停車，我呢 part 係合格嘅，咁而但少少唔好彩就路試今次就仲未合格，係啦，唔合格今次路試，就因為有。其實不過都好接近㗎啦，咁我覺得都唔錯。喺第一次嘅考試嘅體驗嚟講，我覺得都係 OK 㗎啦，盡咗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啦。希望再接再厲，希望下次嘅結果都希望下次都可以 pass 到啦，係啦。因為今次就有少少嚴重嘅錯誤，因為大家如果有去考過牌路試都知道㗎嘛，知道啦，有一個嚴重嘅錯誤都唔可以㗎嘛，係啦。咁我少少嚴重嘅錯誤啦。希望下次連咗少少都冇啦，即係全部都係啲輕微嘅錯誤，咁就會比較好啦。係咁，琴日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體驗。之後而家都天氣開始慢慢涼少少啦，係啦，涼少少啦。不過日間都仲係頗熱嘅，都今日都30度嘅今日下晝，但係夜晚上就20幾度啦，就。係咯，而家都去下個星期都中秋節啦，咁啊之後開始慢慢入秋啦，都喺呢度預祝各位中秋節快樂，人月兩團圓，係啦，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